北京时间8月11日凌晨 ,2018-19 赛季英超首轮揭幕战，曼联主场对阵莱斯特城，开场仅仅3分钟曼联就取得领先。第二分钟阿马泰禁区内手球，主裁判马里纳判罚极刑。第三分钟博格巴稳稳主罚命中，曼联1-0领先。曼联首发伊德赫亚、36达米安、2明德洛夫、3拜里、23卢克肖、15安德烈斯佩雷拉、17弗雷德、6博格巴、10拉什福德、7桑切斯、8马塔替补、9卢卡库、11马夏尔、12斯莫林、13格兰特、18杨、27贝莱尼、39麦克托米奈。莱斯特城首发小舒梅切尔、18阿马泰、乌摩根、15马奎尔、37维尔、23埃德里安席尔瓦、25恩迪迪、14佩雷拉、7格雷、10麦迪逊、8伊西内乔替补、6埃文斯、9瓦尔迪、11埃尔布莱顿、12沃德、21伊沃拉、28富克斯、31格萨尔。